右脚的脚底痛，右脚脚底痛，右脚脚底痛，我看到纽约纽约看到几条大桥几条大桥然后我看到高大的那个那背景啊，直接从水里跨过跨过那个大桥这个时候我看到川普总统川普总统川普总统看着川普总统他心里想着，真他妈的拿他们没办法了真他们拿他没办法了赶紧老天收拾他们吧他祈祷着老天收拾他们吧这种无法无天的人呐，用人工去收拾的话，用人力去收拾的话，太费劲了因为关键问题是没有廉耻之心，这样的话就是，处理起来，太费事了他祈祷着，祈祷着，能够，把这帮子，收拾掉祈祷着，把这帮子收拾掉正在这个时刻，川普这样想着，想着想着，这边就，指挥中心就发出了一些变形金刚向纽约集结向纽约集结向纽约集结，要收拾这帮子要收拾这帮子，要收拾这帮子，要收拾这帮子，不能总是让他们无法无天，不能总是让他们无法无天，不能总是让他们无法无天，这样，变形金刚就，变形金刚，跨大步，跨大步，变形金刚跨大步，跨大步，从海应该是海上水上，向纽约，集结，向纽约集结，向纽约集结，准备收拾他们，准备收拾他们去了，准备收拾他们去了，好，知道了，知道了，再见，再见，再见。